中地哥河美交流道联络道，为去年五月二十宣布要通车到即马，已经将近一年。当地居民反映，无开进前上下班阁未塞车，即马上下班时间，何处路是塞到未讲的，是予人质疑相关单位拢无咧关心。中二九号美交流道联络道连接河美镇外白里河厝路路段，自去年就向地方要宣布要通车，但是到今日上午询问包商，还阁讲二十七号要验收，予当地民众甲民意代表是拢非常不满，甚至是讲真正阁唔通车，要组队直接向新的总统蔡英文来陈情。全部迄个测试全部拢伫个啦，答应人个全部拢无做，无嫌做到半项都无啦。啊，你即马阮跩居民毋知要安怎，啊，条路是定封条个啦，啊，不是伫咧塞车，不是伫咧烧路啦。啊，无本来向内政部定情，无定情来总总统府嘛，无哪有法度。啊，来总统府定情较紧啊啦，请游览车直接来啊啦，啊无啦，当。管政府放予烂啊，包厢你唔插啦，啊是要叫谁用啦？希望吼、哦、相关单位吼、哦，进来甲阮用好好势啦。当初是叫你卖做要做，啊做甲规个都害到路，才要叫百姓在咱负责，气死人有影。河美镇代表蔡长顺嘛讲，短短四五公里的路段做好嘛唔通车，问管府相关单位又阁无人要出面负责，予当地居民是戆戆蛋。工期450天过啊，验收期250天嘛过啊。好是政府才会使将本来会使行，但是重新做了后，煞袂使行的路开通。开工电力吼，伊讲的工程数是450天，预定是五月二十要来通车，但已经到即马已经慢要到一年啊。所有的工程吼，450天延误300多天，迄是有够严重的。我工程哪有做安尼的？啊，你讲这用里面的用路，大家实在真困扰啦。你本来有道路，啊，你即马甲封起来做。大家期望哦，去年年底接到，我嘛接到邀请函讲，11:30拜六11:30要来通车典礼，哦，大家欢喜欢欢喜要来通车。今年来通车，从迄个波下拜五下波3点，我接到电视讲取消了。当地民众的要求是真简单，因为本来路段是会使行，但是因为造路造成好处路，每一天上下班拢塞车，卡使政府机关开通有困难，至少要开一个便道来疏通车流量。新中华新闻江代锦何必采访报道。